洲约有1800个俱乐部，平均每一个俱乐部约有200位球员，全球范围内有超过60万的品球运动爱好者开展活动，近几年在世界各地快速发展，目前品球已正式列入世界运动会比赛项目，2018年印尼亚运会示范项目，有望成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示范项目，预计2024年正式进入国际奥运会项目。现在入场的是蓝色的艾维斯瑞克队，黄色的卡拉堡队。美国瑞克专注于汽车及各种交通工具的影响领域，艾维斯瑞克及研发品牌代理生产技术联盟服务于一体，为消费者与合作伙伴提供全面的音响解决方案，现推出国内首款冷藏箱蓝牙音响，支持无线音乐、手机充电、长效保温、户外活动好伙伴。美国瑞克打造动感高品质生活。卡拉堡能量饮料诞生于泰国，水牛头骨、红哥太阳和星芒的图腾组合，象征着人们强大的身体和精神力量，内心对自由的向往。与其他能量饮料不同，卡拉堡完全不含人工咖啡因，其天然的提神成分萃取于亚马逊流域神果瓜拉纳，抗疲劳保健作用更为明显。基于此，卡拉堡一直得到全球消费者的认可，并与切尔西球队战略合作。卡拉堡，唤醒你的能量。顶球是一项结合独木舟和传球射门等动作的水上竞技项目，赛事范围35米乘23米，上下半场比赛各10分钟，每场比赛由2支队伍进行对抗，每队派出5名正选球员在赛事区内竞赛，另有3名候补球员在赛事外守候。由于此运动不仅以桨划舟，还以桨传接球及阻挡进球，更允许球员推敌方的身体使其翻船，或以船撞船的方式阻挡进球，因此具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所以球员下场都会穿头盔、救生衣，并遵守严格条例。宁波玉品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较早投身品球运动发展的企业，公司秉承专业专注、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，及品球赛事器材研发生产、品球赛事开发、品牌赛事运作、品球执教、品球俱乐部运营为基础，携手各体育相关产业平台，催生品球运动全产业链发展。宁波玉品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将莅临中国，联动世界。2018 CPSL 世界品球超级联赛全国规划17个分赛区，目前招商已全面开启，现诚邀各体育界及相关领域人士、全国品牌商、新闻媒体、社会团体、各位企业家及体育爱好者，一起挖掘新体育模式，共享未来。传承170年的记忆，只为一杯好啤酒，用心酿造美好未来。
开始的是2017 CPSL 世界地球超级联赛的冠军赛，哪一支队伍将是我们今天的冠军之队？杨老师，我们两个要不要打个赌？赌一瓶卡拉宝。好啊。我赌卡拉宝。好吧，我就拿阿维斯瑞克队。阿维斯瑞克队在这个赛季中一直处于领先的状态，一直在排名榜上，一直处在领先的地位。我赌卡拉宝的原因是因为，虽然他上个赛季的积分赛排名呢一直是排在第五名，但是他九月这个赛段从来没有输过，而且越打越勇。对，他只投了一场球。这将是本赛季最好看的一场比赛。应该说是最紧张的一场。冠军之队的话，我们除了有一个首届 CPSL 的一个奖杯，听说还有黄金头盔作为奖品。对。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我们今天晚上的话，拭目以待。好，首先是我们来做一个球员的介绍。蓝色的阿维斯瑞克队一号球员是来自英国的 Nick Spencer， 三号是来自德国的 Michael Hossel， 四号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Ivan， 六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队长 Stephen Harvard， 七号是来自中华台北的张尚勇，十号是来自中华台北的林长义，十一号是来自加拿大的 Amos Patrick， 十二号是来自德国的 Max Corner， 而黄色的卡拉宝队二号球员是来自新加坡的黄景泉，三号是来自巴西的 Ayo Rosa，七号是来自新西兰的 James Mitchell，James Mitchell 也是卡拉宝队的队长。八号是来自英国的 Shivan McCashion。九号是来自德国的 January， 他 January 其实有双重国籍，他分别是来自德国跟意大利。十号球员是来自比利时的 Stephen Brusin。十一号球员是来自英国的 Shivan McCashion。十二号球员是来自丹麦的 Mathias Jensen。 比赛就要开始了。卡拉宝队呢分别有两兄弟，是来自八号的徐凡和十一号的孙亚，他们两人呢都是现役的英国 U21国家队代表，素阳呢更加是 U21 的队长，他们曾经获得2016年世界停球锦标赛 U21 组冠军，在今年呢2017年欧洲锦标赛中也是在 U21 组获得冠军，在刚刚结束的欧洲锦标赛中素阳射入了制胜球，素阳呢他也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就读会计系。好，两队各就各位。在宁波这里呢也有进行一些警察的训练，我们城市的时候呢也有在做夏令营，得到球权的是黄队的收眼，第一个球的这种球权的话还是很关键的。是的，
一个出圈的话，那压力方就会在对方的身上。发动第一次的进攻，被挡下。打右的第一个射门被挡下，卡拉堡队获得一个角球。男队今天的守门员是11号。哎，11号球员是 Amos Pamphy， 他是来自加拿大，他是加拿大现役的国家队成员，今年才28岁，曾经代表加拿大参加过3届的世界足球锦标赛。第二次进攻又被挡下。卡拉堡队9号球员 Ian Henry， 他是来自。他是出生在德国，但是呢，他代表意大利。2014年到现在都是意大利的国家队代表。他曾经在2016年世界锦标赛中代表意大利队获得成人组的冠军，和2017年的世界运动会中意大利队获得了亚军。卡拉堡队在一个不错的位置上有一个任意球。双方都打得比较稳。哎，对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蓝队这样，现在呢，蓝队主要盯防的对象是那个11号乌雅。昨天的半决赛，11号的话，好像是可以进3颗球。对，是他在运动战中的进球非常重要。还有一次瑞克队得到一个进攻球，海拉堡的防守还是8号。19岁，是英国 U1 代表队中的守门员。他也在短短的9月的赛季里面呢，攻打了38颗球。这是一个非法保持。世界锦标赛，而卡拉堡队的队长7号球员 James， 他是来自纽西兰，他曾经代表纽西兰参加过8次的世界锦标赛，也是纽西兰队的国家队的队长，曾经获得3届的大洋洲冠军。
属于那种配合比较好的队伍。对对。基本上没有什么空档缺位。尤其是二位是瑞克队的打手，一直都是你那个上个赛季保级大师关耀宝的一个打手。哇！被折射射门。九号。进球的是九号 Yan Yan Ring。第一颗球问他。这是本场的第一颗球。这个球进的好艰难。被防守球员的脚跑了一下，然后就射住了。这一场应该不会有那种大比分的落差。通常在决赛圈的时候，两队队伍打的都会非常的小心，比赛应该不会像在小组赛那样有很巨大的分差。快攻！来，跑队的快攻！现在的比分是1-0，卡拉宝队领先。Thank you.
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。
博瑞克打造动感高品质生活，卡拉宝唤醒你能量。上汽大通，新享受新旅程，平安银行更懂您的智能银行。Uber 以极简出行为己任，雅克长白甘泉矿泉水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，麦斯泰的一心只做防水包，猫眼电影一网打尽好电影，温妮可爱中国皮划艇制造业领跑者，嘉士伯啤酒丹麦皇室口味，传承170年记忆，只为一杯好啤酒，用心酿造美好未来。宁波玉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较早投身体球运动发展的企业，公司秉承专业专注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，及体球赛事器材研发生产、品球赛事开发、品牌赛事运作、品球执教、品球夏令营、品球俱乐部运营为基础，携手各体育相关产业平台，催生品球运动全产业链发展。宁波玉屏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将立足中国，联动世界。2018 CPSL 世界体球超级联赛全国规划17个分赛区，目前招商已全面开启，现诚意邀请各体育界及相关领域人士、各全国品牌商、新闻媒体、社会团体、各位企业家及体育爱好者，一起挖掘新体育模式，共赏未来。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，您正在收看的是2017年世界锦标锦标赛高级联赛决赛。
一号球员苏亚文，到目前为止的冲球只四手过一次。现在的比分是2-2，两队拿成平手。拉宝队，这球没有射好。为什么能够在一个不错的地方得到一个自由球？
戴维斯瑞克队要加油喽。这是有出现争议吗？也是在开球权，开球权的话，戴维斯瑞克队的球员就已经过界了。Max 应该是在跟裁判争议刚才的进球。结束时间还有大概五分钟，马可把梅蒂尔的球挡下来，卡拉宝的十号球员梅蒂尔，他是来自丹麦，是现役的丹麦国家队队员，参加过三次的世界锦标赛，曾经在2014年的世界锦标赛 U21 组获得亚军。也是现在丹麦的奥尔堡大学三年级的学生。
拉宝最后的一个角球。离比赛结束还有将近三分钟的时间。Let's go!
5秒钟。冠军队产生了。2017 CPSL 世界铁球超级联赛的冠军是黄色卡拉堡队。艾维斯瑞克队非常棒。